地方可真够。你说的那个朋友，那现在你怎么知道啊？谁动了你的人？不过虎爪帮，不，不可能，我的人都很本分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得挂了，我这边来客人了。哎呀哎呀，这不是 V 吗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光临寒舍呢？哥哥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旁边这，我们两个碰巧在一起合作。啊，而你，你最好解释。因为钱呢，你喜欢赚钱。那这场祭典过，可我不。荒坂胡，你怎么会对杀了？这故事，时间是最好。看，算我送你。日本街，整个区域在祭典前后都会封锁，其中最重要的景观就是山车平台，到时候会从高空中飞到街面上来。在祭典的沿线会有阳台、过街天桥和其他视野开放的位置。重要嘉宾荒坂华子将在最大的山车上发表演说，具体位置就在这里。我不清楚安保的布置，但考虑到最近肯定很严就是了。我想想上次，人群里到处都是荒坂的便衣，更不用说还有一大堆狙击手和无人机了。如果这些人还不够热闹，那至少还会配上一个黑客。他们把全市的闭路电视探头都用上了，什么都看得到。主接入点在这儿，老旧的自动控制中心。我觉着有价值的情报就这些。结束之后，山车会飞出日本街。那就谢了，鹅鸽子。鹅鸽子下。我们还有几笔大买卖没结算呢，记得桑卓尔多西特吗？这种事儿我不会忘的。